条。月经不调使经期经色经量发生改变，并伴有其他症状，一般分先期后期先后无定期。治疗：主穴取关元属任脉，是小肠募穴，三阴交肝脾肾三经交汇穴，两穴相配能调理冲任。一、血热型，病人平时喜饮酒及辛辣食物，月经多先期，量多，色红，伴心烦口干，脉弦数，舌红，苔薄黄。治疗：可在处方主穴配太冲、太溪，以清热养血。关元平补平泻法，捻转半分钟留针。三阴交平针法，太溪捻转补法，太冲捻转泻法，留针20分钟。二、气虚型，病人脾胃素虚，过劳而致月经先期，量多，色淡，心慌，头晕，纳呆，腹胀，便溏，舌淡，苔薄。治疗：在处方主穴加脾腧足3厘，配合主穴可以健脾益气。主穴治疗同血热型，平针法针脾腧不留针。针足3厘，三、寒湿型，病人因多食冷饮瓜果，血为寒凝，月经后期7-8天，伴小腹冷痛，行经不畅，色紫有块，脉沉，苔薄白腻。治疗：配穴为归来，命门结合主穴，能温经散寒。命门捻转补法半分钟起针。归来平针法，艾条酒归来关元留针20分钟。四、血虚型，病人湿邪久病，体虚，月经后期，经淡少窒息，伴心慌乏力，头晕，脉细无力，舌淡苔薄。治疗：配穴为肝腧、脾腧，足3厘，结合主穴能健脾养血。肝腧、脾腧捻转补法半分钟起针。针足3厘，留针20分钟。五、肝郁型，病人因心境不快而经期紊乱，经色紫暗有块，小腹胀痛，伴嗳气。
胸肋不舒，脉弦胎薄白。治疗配穴为健里、内关、太冲，与主穴相配，能疏肝理气。平针法，针健里内关。太冲捻转泻法，留针20分钟。六、肾虚型病人房事过多，导致肾虚、月经期紊乱，伴腰酸、膝软、头晕耳鸣，甚至带多或不孕，脉沉弱、胎薄。治疗配穴为梯九加急、肾腧，带多者加地基、太溪，结合主穴，能补益肝肾。针梯九加急、肾腧，不留针。地基泻法、太溪补法。月经不调，在月经来潮前5到7天时每日针一次，到月经来为止，平时每周针1到2次。先后无定期者应隔日一次，经期停针3个月为一疗程。本病应注意经期卫生，经期忌房事、坐浴、游泳等。进食或少食生冷、瓜果、酸辣、烟酒等物，保持下肢温暖，睡眠充足，精神愉快。控经，妇女在行经前后或行经期，小腹部出现较剧烈疼痛，称痛经。实证治疗主穴17椎为奇穴，不论虚实均能使用。中极是任脉与足三阴交汇穴，三阴交肝脾肾三经交汇穴，气滞血瘀型。病人情志不畅，肝气郁积，经少，摄子有块，腹痛伴胸肋胀痛，脉弦舌暗胎薄。治疗在主穴加中脘内关，能宽中理气。在17椎找压痛点进针，行提插捻转泻法，1分钟留针。艾条温酒10分钟起针，中脘捻转补法半分钟留针，中极捻转1分钟，使针感下加留针。加艾条酒，平补平泻法，针内关、三阴交，间歇动留针30到40分钟。寒湿凝滞型病人，因经期受寒、饮冷，导致经量少，摄子有块，痛经，脉沉，胎薄白。治疗在实证主穴加水道、地基、
结合主学，能温经散寒，真水道。用艾条酒地基捻转补法，留针30到45分钟，实证疗程为3个经期，每日一次，痛盛者2次，从行经前2到3天连续治到疼痛缓解。息症，治疗十七椎、关元、三阴交。气血不足型病人因素体虚弱，病后胃腹导致腹部隐隐作痛，精淡量少，脉细，舌淡，苔薄。治疗在虚症主穴加肝腧、脾腧，配合舌穴，能调补气血。十七椎平补平泻法1分钟，留针。艾条酒10分钟起针，捻转补法针肝腧、脾腧、关元。捻转补法1分钟，留针。加艾条酒，三阴交平补平泻法。肝肾虚亏型病人因多产、防劳、冲任受损，血亏无力，月经将近，小腹隐隐作痛，伴腰酸、腿软、头昏、耳鸣，脉沉细、舌淡、胎薄偏燥，临床常伴盆腔炎而有带下。治疗在虚症主穴加梯九加己、肾腧、带多加地基、太溪，配合主穴能补益肝肾。针梯九加己、肾腧不留针。平补平泻法针地基、太溪，留针20分钟。虚症痛经应每日扎一次，直到痛解，以后每周2次，疗程3个月。也可配合耳穴、磁珠疗法。忌吃生冷、酸辣、刺激性食物，禁忌游泳等，闭经。女子超过18岁，月经尚未来潮，或已形成月经周期，有连续中断3个月以上者，称闭经。本病原因很多，笼统可分血滞、血枯2类。血滞金闭，寒湿凝滞型病人经期过时生冷，月经突然不行已4月，小腹冷痛、胃呆、脉涩、胎白腻。治疗采用中极、合谷、三阴交。
处方二，四髎，足太阳膀胱经，归来，足阳明胃经，血海，足太阴脾经。二方交替使用，能温经散寒。中极平补平泻，是针感下加留针。用温针九二状，平针法针合谷，三阴交，留针二十分钟。次日行方二，四髎，捻软泻法一分钟起针。归来平针法加温针灸两状。血海泻法留针二十分钟。气滞血瘀型病人常见胸肋小腹胀痛，治疗可在前寒湿凝滞型方医中加内关、太冲。在前寒湿凝滞型方二中加中脘、行间。两方交替使用，能行气活血。先行方一，内关平针法，太冲泻法。隔日行方二，中脘平针法，行间泻法。血枯精闭，脾胃受损型病人，平时工作劳累，饮食失调，月经逐月减少，以致半年不行，脘胀、胃呆、便溏、脉虚细、苔白腻、舌淡胖。治疗采用处方一，中脘、关元、三阴交。处方二，天枢、气海、足三里。二方交替使用，能健脾养血。先行处方一，中脘平针法，使针感向四周扩散。关元捻软补法，使针感下加，用艾条温灸。三阴交，用运气法，使针感上行，留针十五分钟。隔日行方二，捻软补法，针天枢、气海，行针得气后，留针加艾条灸。足三里平补平泻法，以上均留针十五分钟。病后血虚型，若病后或失血后气血不足者，必见面色恍白、心悸乏力、脉细、舌淡苔白。治疗在前脾胃受损型方一方二中加 T9 加己、脾术、肾术。两方交替使用，能补气养血。 T9 加己、脾术、肾术捻软补法，
行针半分钟起针。闭经治疗为隔日或每日一次，十次为一疗程，间隔三到五天继续下一疗程，行经后再巩固一疗程。忌食生冷酸油腻食品，吃易消化的营养食品。风漏，风漏是妇女冲任损伤，不能固摄引起的不规则阴道出血，量多为崩，淋漓不止为漏。它包括子宫功能性出血，单应排除生殖系统器质性病变。临床分两类，气虚血崩，病人劳累过度，血量如崩，胃口不佳，小腹如坠，头昏目眩，脉细弱，舌淡苔薄。治疗采用处方一，气海、足三里、隐白、脾经井穴。处方二，百会、督脉穴能升提阳气，脾腧关元。两方交替使用，能补气摄血。先行处方一，气海捻转补法，运气留针。足三里平针法，隐白艾条温灸15分钟。次日行方二，针百会，艾条灸10分钟。捻转补法，针脾腧，行针半分钟起针。针关元，运气留针。血热崩漏，该病人频速肝火较旺，喜饮酒，导致下血如崩，色鲜红，痔稠气秽，心烦口干，头晕，脉细弱，舌红，苔薄黄。治疗采用处方一，气海、太冲、隐白。处方二，关元、太溪、然谷、肾经行穴，两方交替使用，能清热凉血。先行方一，针气海。太冲捻转泻法，半分钟留针。隔日行方二，针关元，平针法，运气留针。然谷捻转补法，太溪平针法，留针30分钟。如有血瘀现象，可在方一加合谷平针法。三阴交止行法，使针杆上行。在方二加次疗，提插捻转泻法，不留针。
血海平针法，留针20分钟。绷者每日针2到3次，漏者每日针1次到血脂，血脂后隔日再加3次巩固。绷者在大出血时应先止血，必要时结合药物治疗。忌食酒和辛辣食物。绷时绝对卧床，漏者也应注意休息，忌房事。胎位不正。医生在产前检查发现枕后位、臀位、横位等称胎位不正，针灸转胎以妊娠29到38周时为宜。治疗取双侧至阴足太阳膀胱经井穴，能益肾调气转胎。酒前先排尿，松腰带，艾条温酒20分钟，以不灼伤皮肤为宜。也可以用激光疗法，疗程为3到5天，如果不正再行第二疗程，观察5天，如再无效改用他法。酒后当晚胎动加多，胎心略有加快是正常现象。治疗期日常生活不受限制，有习惯性早产、妊娠毒血症者忌酒。乳少，乳汁是气血所化，产妇乳汁分泌不足，不能满足婴儿需要为乳少。治疗取膻中、气之会穴、乳根、足阳明胃经穴是局部取穴。少则手太阳小肠经经穴，三穴相配能通乳络以下奶。针膻中，先沿皮向下刺，将针提起向左右乳房横刺，然后向下刺留针。乳根用短针向上刺约2分深，不留针。艾条灸灸上穴，少则用点刺法。本病应每日针1到2次，疗程3到5天。一般以年轻胎次不多、产后月内及乳房发育正常、无明显气血不足者效果较好。同时应注意营养，多饮汤类，按时喂奶，保持睡眠充足，精神愉快。不孕，女子在育龄期，婚后夫妻同居3年以上，配偶健康不能受孕，称原发性不孕。婚后曾有过妊娠，相距3年以上未孕，称继发性不孕。治疗可分5行，针灸治疗应排除1生殖器发育不全异常器质性病变，2内分泌卵巢功能严重障碍，3慢性消耗性疾病等所致的不孕。治疗采用主穴处方1关元、
子宫经外奇穴，是治不孕症的经验穴。三阴交、子户抱门也是经外奇穴，是治不孕症的经验穴。大壑是冲脉和肾经交汇穴。血海脾经穴，两方交替使用，能温补脾经，调理冲任。血虚型，病人脾素身体较弱，婚后三年经期落后，量少，色淡，脉沉细，舌淡苔薄。治疗在主穴方一加甘树足三里，方二加肾树、照海，两方交替使用，能补气养血。先行方一，先针甘树，捻转半分钟起针。捻转补法，针关元、子宫，运气使针感下加。加温针灸两状。平针法，针足三里、三阴交，留针20分钟。隔日行方二，肾术捻转不留针。子户、抱门、大壑捻转补法。温针灸两状。血海、照海均补法，留针20分钟。肾虚型，肾虚不孕，必见月经失调，量少、色淡、带多、腰酸、头昏耳鸣，并伴有宫颈炎、脉沉胎薄。治疗在主穴处方一二加肾树、地基、照海，可以补肾益精。主穴操作如前法，针肾树不留针，针地基照海留针20分钟。痰阻型，病人婚后6年未育，月经近来逐月减少，色淡，自感体型日胖，脉弦滑，胎白。治疗在主穴方一加中极、丰隆，方二加脾腧、阴陵泉，两方交替使用，能健脾化痰。主穴操作如前法，先行方一，平针法，针中极，温灸二状。丰隆泻法，留针20分钟。复诊行方二，脾腧捻转半分钟起针。阴陵捻转泻法，留针20分钟。宫寒型，宫寒不孕，
常见月经后期，量少，色暗，小腹冷痛，腰酸，肢冷，脉沉实，舌淡苔薄白。治疗，在主穴处方一加命门、肾腧、足三里。方二加神阙，两组处方交替使用，能暖宫散寒。主穴操作如前法，先行方一，用补法针命门、肾腧、足三里，留针半分钟，加艾条酒五分钟。温酒神阙，气滞血瘀型。该病人结婚四年未育，经行加有血块，伴小腹及乳房胀痛，脉弦胎薄。治疗，在主穴处方加合谷、太冲。方二加刺疗、足三里，两方交替使用，能理气行瘀。主穴操作如前法，针合谷、太冲、捻转泻法。上穴留针20分钟，隔日行方二，针刺疗、捻转泻法半分钟起针，足三里捻转泻法留针20分钟。治疗不孕应隔日针一次，十次一疗程，间隔5天续下一疗程，经期停针，两个疗程后改为月经前后各针灸5次。治疗不孕，选择病例应掌握适应症，防治勿过频和过疏，注意排卵时间交合，有些可配合药物治疗，一般多有收益。遗尿，凡年满3岁以上的儿童，睡眠时排尿失控，称为遗尿。轻者数天一次，重则每天数次，天长日久，肾气郁亏，患儿面色萎黄，形体消瘦，精神不振。治疗可取两组主穴，第一组为肾腧、关元、三阴交，治疗二组膀胱腧、中极、大敦。补益肾气，培元固本。针灸治疗前需排空小便。本病均选用1寸32号毫针，其俯卧位，先直刺双侧肾腧，用捻转补法，以得气为度。出针仅按针孔，不留针，以补益肾气。双侧膀胱腧的操作与肾腧相同，仰卧位，屈膝，针关元中极，直刺进针，手法缓慢，得气后继续运针，
使针杆向会阴部扩散，不留针。中极和关元穴操作相同，具有补益肾气、固摄下元的作用。三阴交穴用捻转补法，得气后浸留针五分钟，以调理肝、脾、肾精气，振奋膀胱机能。对肾气不足患儿，可配合灸法，或温灸关元穴以补益元阳，每次5到10分钟。梦中遗尿者加神门，食欲不振加脾腧，足三里。诊疗期间需家属密切配合，晚餐及睡前要控制饮水，夜间按时排尿，适当户外活动，但勿疲劳过度。针灸治疗遗尿效果较好，但对器质性病变，如泌尿道畸形、隐性脊柱裂以及脑虫病引起的遗尿，应治疗其原发病。肝积，肝积是指小儿患有肝积而有积滞的症候，多因喂养不当或营养失调，长期偏食甘、腻、生、冷、辣，脾胃损伤，形体失养。治疗取脾腧、胃腧、下脘、足三里、商丘、四凤，以调补脾胃，消积化滞。取俯卧位，针刺脾腧时，针尖向脊柱斜刺五分，得气后做小幅度捻转补法，出针时紧按针孔不留针。肾腧穴的操作与脾腧相同，可轮流针刺，以健壮脾胃，补中益气。针刺下脘穴时，取仰卧位，直刺约五分，得气后行呼吸补法，或配合轻度震颤手法，不留针，以合胃理肠，消积化滞。针足三里时，做小幅度提插捻转，配合震颤手法，不留针。足三里为胃之合穴，针之以扶正合胃。四凤穴用点刺法，局部消毒后，左手捏紧手指皮肤，用三轮针或5分26毫针做垂直快速点刺，刺后马上挤压皮肤，挤出黄色粘液，以挤出血水为度。此法有助于骨骼发育，并提高消化功能。点刺时要注意消毒，严防感染，隔周一次，三次可见效。商丘穴为脾之经穴，点刺能消积化滞，用浅刺急出法，不留针，针刺治疗隔日一次，10次为一疗程，两个疗程间隔一周。治疗期间应定时定量进餐，不宜过饥过饱或过食香甜油腻生冷食品。
平时多做户外活动，以增强体质。如果肝积是由于肠道寄生虫、慢性泄泻及结核病等所致，应首先治疗原发病灶。小儿麻痹后遗症。小儿麻痹后遗症是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肢体瘫痪症症。早期针灸治疗对肢体功能的恢复、纠正骨骼畸形有明显的效果。下肢瘫痪治疗可用闭关、伏兔、足三里、解析作为主穴，采用毫针点刺补法，沿足阳明经自上而下分别点刺闭关、伏兔、足三里、解析等穴，不留针，以疏通阳明精气，濡养筋骨。膝反曲，这是膝反曲患儿站势不稳，治疗有主穴加腰夹脊穴、承扶、委中、承山组成，针夹脊穴选用 1.5 寸32号毫针，针尖向脊柱方向斜刺 0.5 寸，能调节内脏功能，疏通下肢精气。承扶穴直刺1寸，捻转得气后即出针。委中、承山采用点刺法，诸穴相配以通调膀胱精气。内翻足，治疗以主穴加阳陵泉、飞扬、玄中、丘墟等穴。玄中为髓会穴，针之以增强濡养筋骨之效。丘墟穴，针尖向照海穴方向斜刺3分。飞扬具有灸内翻的作用。上肢瘫痪，上肢瘫痪者治疗主穴有天柱、大椎、肩俞、曲池、合谷。针天柱穴时，患儿微低头，直刺 0.3 寸，得气后即出针。大椎为诸阳之会，针刺可通调上肢三阳经脉之精气，分别点刺肩俞、曲池。合谷以疏通阳明精气，调和气血。提臂困难，提臂困难者的治疗由上肢主穴加天宗、臂闹。天宗穴直刺3分，点刺不留针。臂闹穴操作与天宗穴相同。腕下垂，
下垂患者的治疗，由主穴加患侧处的四毒外观组成。直刺四毒，外观捻转得气后，静留针20分钟，以激发少阳精气。小儿麻痹症的治疗，隔日一次，12次为一疗程，隔一周后进行第二疗程。治疗期间，家属需耐心配合，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对患儿进行适当的功能锻炼，随时纠正畸形，以提高疗效。一路漫漫，披荆相伴，